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求必应的篮球小关照，今天带来 NBA 分析，雄鹿对战开拓者。雄鹿今日客场以135比127力克老鹰，迎来五连胜。字母哥33分、11篮板、4助攻，这个家伙仍然是那个势不可挡的男人。如果说字母哥继续保持目前出色表现，他完全有可能卫冕2019-20赛季常规赛 MVP。 客场开拓者上一场被鹈鹕主场115-104击败，而卡美洛安东尼也穿上了开拓者队的00号球衣，重新站上了 NBA 球场。虽说没有带给队伍胜利，但还是能让 NBA 世界欢欣鼓舞。本场比赛由于分析较早，指数尚未开出，且数据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想要获取本场最终推荐的老铁们，可加我的微信足球678，你有赛事我来分析，加群索取红单，进群一起讨论吧。